那个那个吉凶的声音好好好响亮，对，好响亮。真的都挤得很，真的很结实的胸，很实心嘛。嗯，他挤得很久，不好意思，快16分钟了。哦，都滑掉了。你看，只有一直修理小大人，小大人不怕他修理。黑猩猩那边好像贴不久就被抠掉。对啊，你看我这个折痕小。有那是上黑猩猩也是照耀之后，但是有的地方粘的很紧哎。像那时候隔热死了，是那个谁，那次有讲，可是要提醒他，他万一他把 Ringo 推走了呢？假如又来贴合纸，贴横的，然后最好间隔。没有那个小印。应该也不会再来贴，他就是捐赠一次这样。因为他贴这个应该有经过动物园的同意。对，有了。对啊。所以他询问。哦，这个大象、啊。哇，这下又。天哪、啊！你得找到怎么去？那个小巴黎会玩到很兴奋的，但是。嗯。很激动。真好，今天早上。而且杜杜，你来的正是时候呢。前面就有够无聊。对啊，杜杜你来刚好。他知道姐姐，不对，阿姨，不好意思，阿姨，拍谁拍谁，我们脸皮都比较厚。嗯。我们在不要。对啊，前面那个那个玲玲是叫杨老师叫杨姐，然后杨老师，这个大流什么？大流要叫什么？刘姐。嗯。好可爱，是无所谓啦，你叫姐姐，叫阿姨，叫婆婆，叫一个称谓都可以啊。对啊，这个称谓我没有那么。只要知道是跟我讲话就对啊，没有那么多的事。会打铃哥。真的，但是讲道理啦，他我还没看过。在打铃哥啦。真的吗？对啊，那铃哥比较黑啊。刚刚而已。是林狗啊。哎，林狗比较小一点。对啊，这今天看是第一次。没有，他还没咬他的背过。哎，没咬，嘿。用手挥。你看今天林狗也很。很积极。哎，很积极哦。但是还是比较疼他，你看。可是 Ringo 现在也那个动作也越来越大，他跟对阿姨也是一样。嗯。Ringo 跟阿姨玩也是一样。哇、嗯。好棒。你看。这两只很幸福的。对。伴，然后爸爸妈妈都。哦，你看 Ringo 他那。